getting you beautiful. See what a shot. What a shot.其实大家可能会把某个人习惯性的奉上神坛啊，或者他是运动员，他就应该很持续的工作，或者每天是竞争状态。这种方式很好解决嘛，找个科学家，弄个机器人，贴上我的名字，你想让他干嘛就干嘛呗，机器人是不会给你闹掰的。而且我跟你非亲非故，我只想做好自己而已，我热爱这个运动，我想获得冠军，拿了冠军大家一起开心，输了我自己承受，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吧。这个地方其实对你而言是熟悉又陌生的，是因为从小第一次接触这个台球，其实我也是从黑八打起的，但是时间并不很久，打了可能就两三个月，然后就直接转为斯诺克，然后最后就很少，就几乎没打过黑八了。但是你小时候有一段你家是开台球店，有开过那么几年，在那个宜兴老家，然后我父亲开的，父亲那会儿就是打。十岁吧，十一岁那会儿，天天泡在那个球房里，除了这个上学之外，就别的地方也不去了，就天天泡球房，晚上就是睡在球房里。但是当时，就他们而言，对所谓的什么样的出人头地，可能都没有概念，没有概念，都没有。对啊，所以很多东西，不管是什么一项运动，或者是一些其他事情，你总是有人需要去创造一些。别人想没想过的事情，你就好像很多事情你在做的时候，别人认为你好像就是你完全跑偏了，那当你成功的时候，人家就觉得哎呀你这个我要学习你怎么怎么样，你没必要去跟着别人的脚步啊，比如说这个好，然后大家都跟着他去做的好，其实能看见的好基本上都是人家已经成功过后的事了。对啊，这几年你怎么评价这几年的一些表现？其实每次打比赛，所有运动员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的。比如说像之前拿冠军的时候，可能整场比赛，在心态方面调整的比较好，所以整个比赛会打得很稳定，啊，不会是这种起伏比较大一些，啊，可能这两年，在整个比赛或者一场比赛中的起伏会大一些，啊，一盘好一盘坏的这种，其实自己也是尽量去努力做好这种平衡吧。打到最后，其实就是看谁的稳定性比较高了，啊，这是获得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我也想全力的去发挥好每一场球，但这很少有机会是打出这种状态。我不能够保证每年都拿冠军，也不能够保证我拿不到冠军，尽管说我以前是拿过那么高的成绩，但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够爆发去拿一个冠军，或者说获得更好的成绩。你说这个运动如果说按照规律来说，按照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啊，这个排第一的肯定拿冠军，这个排第二的大概率拿冠军，那就没有意思了。运动所在的意义何在呢？就是你不用看了，没意思。就是你一看这个啊，他拿冠军了。但是我看网上有一些质疑声音说，看你之前采访说你更喜欢进攻，然后对防守会克制一些，是这样吗？这个模棱两可吧，我觉得并没有完全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我要打进了，大家都会说好球；我打不进，大家肯定说是坏球。就好像我打比赛一样，我一输大家就说我不行，我一赢大家说你好厉害。这没有，你除非就是你一年可能就是你不100%的进球率，100%的夺冠率，你才能保持大家对你的口碑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做得到这一点。大家可能会把某个人习惯性的奉上神坛，或者他是运动员，他就应该很持续的工作，或者每天是竞争状态。这种方式很好解决嘛，找个科学家，弄个机器人，贴上我的名字，你想让他干嘛就干嘛呗，太简单了，是不是？你想控制这个人，你就怎么干，机器人是不会给你闹掰的。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非亲非故，我只想做好自己而已。我热爱这个运动，我想获得冠军，拿了冠军大家一起开心，输了我自己承受，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吧。其实有时候对运动员来说伤害挺大的，有的运动员一辈子只拿一个冠军，你能说他不厉害吗？有的运动员一辈子只拿一个奥运会金牌，但是人家曾经努力的去获得这个奥运金牌，而且他实现了他自己的这个奥运金牌梦想，从那之后可能他再也没机会去拿这个金牌了，并不是说他不行，并不是说他在之后这四年他没有努力，他当然想着在之后那四年我再获得一次这样的金牌，这期间的努力可能大家都看不到，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真正这个运动来了以后，他觉得啊，你这次又该拿冠军了就感觉冰球会你去你要不拿个冠军最差亚军好像就有点让我们失望。我不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时候来的，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上来就想哎，他不行了赶紧退役吧。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台球是什么吗？你有没有真正看过我打球，或者你有没有真正去了解每一个运动员，你知道哪个运动员厉害，他的打球方式是什么样，他的打球风格是什么样，他这个球成功率进球率是多少，你根本不会去钻研那么多。我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认为我自己做到了啊。有时候可能是打输比赛，我是最难受的一个，你不可能比我更难受，我亲身体验过的，是不是？这个需要选吗？还是说不用选啊？也都差不多。不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击球小妙招吧？我动作打哪个？打那个吧。打那个比较简单吧。啊，这动作不难。打那个我应该是能进，还可以动。手机能并，对，并拢，并拢啊，这样就不会晃啊。好，有点远，你打下这个吧。打这个应该没问题啊。首先，如果你直接这么趴下去，你根本看不到那个行进路线。人得趴平，就是趴平。对，这样腰来，这样你就能看到这个你瞄的那个点了。因为你看，对，你现在还是瞄薄的。哇，确实。是。其实也挺磨性的，对，如果这样说你打不进，觉得失去了一个机会，你会怎么样？感觉都觉得我什么都会，什么跳球啊、扎杆，我有时候我打的话，我也是临时学的。你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吗？不会，就是我看到有些质疑，现在做直播带货，然后做商业代言，就是为了挣钱。难道你每天上班不是为了挣钱吗？